鲁氏萨洪通猫路过，在泰国被誉为最招财的动物，路过圣物招财能力仅次于人胎路过，甚至比现在市面上流通的大多数人胎路过更为招财。此猫胎路过与猫胎盘均为野猫难产而死，师傅取出胎盘与猫胎，经正统古法炼制，一边烤制一边诵读经文加持制作而成。猫胎路过与猫胎盘灵性极大，可嗅到金钱气味，并且帮助供奉着将其收入囊中，烤制后加入人缘油勾兑石油，在胎盘上嵌入招财符印，加持数月才对外结缘。仅仅制作两尊，实属难得的招财圣物。此猫胎路过与猫胎盘需供奉牛奶、猫粮、小鱼干等，在招财上颇有奇效，助供奉着扭转运势，财源广进。师父说，如果好好供奉此圣物，多做功德，必定有出乎意料的纳财效果。欢迎订阅本频道，了解更多佛牌资讯。